接着让我们从太阳系再回到地球吧。地球展示系统除了可以展示地球科学影片之外，也可以展示人类的文明以及活动。大家可以猜猜看，这段影片上的每一个会动的小点点代表什么？您猜出来了吗？每一个小点代表着一架飞机。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一整天飞机的航班，也可以看出每一条航线以及世界各国的热门航线。最后，让我们以这段代表人类文明活动的影片做结束。这是全球夜晚的灯光图，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较文明的国家或商业发展较繁荣的地区都呈现较亮较多的灯光，因此这张图也代表夜晚人类活动的状况。您可以看看台湾西部的灯光跟东部灯光的比较，还有非洲大陆的灯光，甚至美国东岸与西岸的灯光是不是有所不同。希望以上的展示说明可以让大家对我们生活的地球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对于气象、海象、地震以及天文等的地球科学有更多的兴趣以及认识。欢迎大家下次再来。